射刻在骨子里的教养。为什么说生子当如郭麒麟？台上无大小，都干嘛？杠杠，吃一口唐僧肉，长生不老啊！骂一句郭德纲，大红大紫。我们先生，郭德纲，在我眼里，屁，知道吗？郭德纲死！台下立规矩。这不知道是您采访我，咱儿我能不拿扇子？我不知道是您采访，我穿拖鞋出来，你戴这个脖子上这链子对颈椎有帮助吗？没有，一点没有。为什么要戴着它？需要钱了，不用你再留着。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人讲礼为先，树讲枝叶为缘。不懂规矩，慢说是做节目，在哪儿都活不下去。拥抱师傅，要把身子弯低。前辈下跪，小辈不能站着。接东西要用双手。也许当初不该用情，如今不配再有痴情。命运的注定，何必错对要去算清。长辈没落座，小辈要站着。你在世界哪个角落，后来听说过几回我山东过口。小月月的大怪教养。你抚琵琶奏琴弦，我坐戏子楼台前，怎将情话递心间，白发亭中戏百年。德云社的规矩，山盟和堂这体现的淋漓尽致。你抚琵琶奏琴弦，我坐戏子楼台前，怎将情话递心间，白发亭中戏百年。清风拂动容颜，如花散几笑人间。所有人都在教老秦成长。你抚琵琶奏琴弦，坐戏子楼台前，怎将情话递心间，白发亭中戏百年。清风拂动容颜，如花散几笑人间。教养不是装出来的，小细节见人品。安保老师，你们别千万别这样拍出来，大家都以为我这多大盘一样。没事，大家都温柔